大家好，我是 AI 高中直升扎根系列活动的课程讲师，我是 KEF 教育团队的阿吉老师。今天要来介绍华硕 Tinker Edge T 的开发版，就是这一片。那这一片呢，我们把它称作叫做单板电脑，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小电脑，但是把键盘、萤幕、滑鼠拿掉之后，它可以做更小还有更机动性的应用，例如机器人或是移动式的嵌入系统。那我们在这次课程当中呢，神经网络运算会使用 Google 的云端 Teachable Machine 的服务来帮助你训练一个视觉辨识模型，然后呢，在这个板子上面去触发蜂鸣器还有伺服马达，这样就是一个小小的 AI 智慧互动系统，希望大家在课程中都可以学得很开心。